所謂吉日，係嘛？初近嚟都想話，你等我二線三號人咧嘅講嘅強條按前切啦，都錯。你啲咧講嗬，二線三因為嘅怨天大咩嗬？你就想到，亞美佢就喺香港講方言，啊落大雨冇啲管管啦，嗬，幾複雜都錯。你想到，你講嘅翻嚟啲暗腔都錯，尤其係想到嘅細細家校，你咪想。你没家好，我专门来听到讲，来表哥啦吼，表兄弟咧叫喊阿公，我们阿大，我专门想，我喊阿妹讲，妈，你问，这阿公是爱用现象，真，人家讲喊咩阿公咩哈，叫喊阿大，喊阿婆咧喊阿喊阿姐，我说哟，按神奇哦，我说，我专门听到阿大，但我说哟，阿妈。阿公家公嘿，唔嘿有啲爱用手机吼，有问题嘿，听到。结果唔嘿啦，都嘿怨天尤天，他又提示要喊阿公的意思都错噶哈。我讲啊，古时候吼，真叫爱有内气啦，怎么想想啦，爱有交流啦，冇吼。你真专门谈到面，就说哟，你要喊阿大嘛，是都唔了解嘛，就用五解都错噶哈。啊，还有两张问题吼，还想要请教。嘅蔡朝嘅高修先生，吼，你想，因为我从咧谈到我爸爸，吼，法典福卡，吼，从咧讲到一只词，唔知用蛮下嘅客家词，从叫轮门，轮门他家谈系什么？比方讲啊，你轮门要钱，轮门意思叫抢图啊，抢图意思轮门，吼，啊，爱双板爱跳板爱要是下个同名路当中有下过两张问题啊，有下过两张问题，不过他这个教书吼都无硬啊，都错个。我想哟，论文敢讲像迄阿母考证样讲，吓论文啊还有一张问题，迄阿妈妈基本讲样讲，对哦，那是了晒，是了晒，你嘛个意思？他个写谈过无？啊用蛮下诗，吼，哎呦两张问题，希望大家。